今天给大家开箱新买的 Tombow 的笔，喜欢的话就看下去吧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叮当哦。Hello， 今天跟大家开箱 Tombow 可以写艺术字的这套笔。这套笔我真的心水了很久，因为我之前是有他们家这款，只有这款黑色的笔非常无敌好用。就是我用了别的笔哦，比如说 Tombow 的这一款，因为它真的这个刷头太软了，它真的就是一个 brush。掌握不考力度的话，就是不是特别好上手。但是这一支笔它其实不是纯的软头的刷子，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硬度在。但是我不是不确定在新加坡有没有，然后我就在网上搜了新加坡，发现 Tokyo Hand 有，所以我就去了 Tokyo Hand。 这里看 Tokyo Hand它有十套装跟五套装，十套装是这十个颜色，然后五套装的颜色跟它不一样。我考虑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套的颜色比较丰富嘛，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正红色，而这里面还多了一款黑色的笔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黑色这款用完的话，我可以用这一支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套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开箱，这一开就开了吗？是不是太好拿了？好像不太一样哦，这个黑色不太一样。但它不是黑色吗？它不是黑色。Young， 这个是 Made in Vienna， 这是 Made in Japan， 不一样耶，好奇怪。这还能写颜色，What's the point? The arrows feel blight, tears are running fast. Still, apathy is all I've got. And I know it's hard to keep up sometimes. And I know I just want to make things right. But as the sun goes down and shadows fill the town, give me a reason.They'll make your worries disappear. And it is overwhelming. There's something you can pretend. Feelings boxed up
想用一下，就是之后还是会陆续出一些比赛的视频，大家喜欢的话关注吧。